老婆大人。嗯。我今天把粮货全部带回去哈。嗯。哦，那个装不装得下车？放得下。南京烤鸭。这个好吃哎。盐水鸭。这个也好吃。嗯，走。年货嘞？这里啊。哎呀，这个怎么搞哦？可以哦。哎，这是饮料啊，啤酒什么的。哎呀，以后请叫我卢苦力啊。不是，搬运工。你穿个什么回去啊？穿棉鞋啊。哦，好不好啊？随便你啊。这是你的棉鞋吧，老大人啊？这怎么能管你穿到我的呀？哎呀，这个是我放在家里穿的，我叫你穿运动鞋回去吧。等一下家里，我们家里有棉鞋的，上次回来买了棉鞋的，穿双深色的吧你。穿双可以踩水的鞋。好了，就这个吧。嗯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！硬不硬呢？穿不进去啊，老婆。哼。那脚太肥了，最近。反正你是在那里长。上面小心啊，上面那些是零食，给我婆婆摆盘子，等下过年。还有一箱。你在后面把灯关了啊。嗯 ，OK。快来快来。好的。我说尾箱不能放了吗？放不下。那等下我们要买菜呀、啊、水果怎么办？这个过几天再买吧。就是买菜呀、啊、水果这些，是不是、啊啊？等下回去跟妈说一下。嗯。啊。还是。好了。这里也塞车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对。但是我们这个市中心，那这个地方是。哦，这是市中心，我们啊。啊。市中心也会塞一塞。那正常吧。好好听啊，老婆你最大，哎呀，真的是，老公也不小。哎，大鹏，嗯，那个上面有雪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有，下雪了，我们这里啊。但是它没有白茫茫的一片。有，只是我们远看不得清楚。然后带你去看雪啊。好的。哎呀，又塞住了。一点点。那这种乡道也塞吗？过年呢、啊、回家过年的人多啊，现在车多了嘛，家家户户现在都有车。那肯定啊，生活水平高了嘛、嗯、对。妈妈爸、哎哎、嫂子，哎，是不是嫂子在不在？来来来，哎呀你三叔三娘，哎，我的宝宝，嗯啊，我的宝宝。等下啊，三娘给你买。三娘漂不漂亮？哎呀，你们回来了。嫂子，嫂子，哎呀！啊，别照到你肚肚了。怎么样？好大了。我弟弟还是妹妹来。是弟弟还是妹妹啊？弟弟还是妹妹？嗯，那么大哦。咦，你都是弟弟还是妹妹哟、哦？还喊哥哥嘞，哥哥，我回来了。嫂子。嗯，嫂子。好的，喊哥哥。嫂子，妈，我们办了些年货回来了。哦，有，还办了年货。对，办了很多年货，但是看哪些不够的话，到时候我们再去办，好不好？我们先，嗯。我们开始办了。没事，一起嘛。哦，有办了。来，可能要帮忙搬一下啊。宝宝下来。哎呦，三叔宝好吃的东西了哟。我爸嘞？在客户，他的脸书听了一步一步的。嗯。在一步一步的脸书。爸。哎，爸，你在念书啊？嗯，好点没有？哦，坐啊，坐好。他看书啊，妈？嗯，他天天是念书，一步一步的，天天不让你清楚。这样有助于他恢复，可以的。嗯，大哥，为什么这么帅了呢？为什么这么帅了呢？身材越来越棒啦！年货，我们买些年货。可以啊，一点一点。
辛苦搬啊。小孩子嘛，家里小孩多。那么多牛奶。小孩多。宝贝，看了好多吃的哦。过年嘛。哪个牙齿想吃？哪个牙齿吃？哎呦，那个牙齿、啊！你还有特别的礼物给你，等一下我给你啊。哦哟，上次给你买的。对，是给我们家宝宝的，我们的最小的宝宝的。谢谢。说谢谢，说大声点。嗯，不客气。喂。哇塞，太漂亮了，宝宝。看到不？给他好好读书。可以写字，可以画画。叫你爸爸去装起来。运动。可能很久没见了。善良的人。嗨嗨，就像他说嗨，说很久没见了，很久没见了。那个是那个烟熏药，可以啊。好，搞好在那块。三伯。嗨。哇，好厉害哦。姐姐。哎。腿伤愈合了。哇，他这妈好，嫂子好。我说两公的。我先朝头里面朝翻，咋个朝头里把蛆甩烧烧过头？你又给我买了个新的，这个嗯，加绒垫，哦，烧烧的，哦，哎呦，我嫂子真的。他说两天就把垫了一手盖好，没事就前大太阳我给你洗了，晒到的，回来了有什么变化，他都晒好了的。你看，妈还给我买了什么？墙上挂的什么？哎呦，真的是买点那个关系。我听的时候，弟弟说我漂漂亮，他都说漂亮，他说。宝宝。抱抱，来抱抱，抱抱，宝贝，那个漂漂亮，说大声点。不是，他好像没睡醒，是不是？用水煮脚打油。哦，怪不得他没精神。哦、上次回来我们。笑一个。咦、嗯？你觉得小娃怎么样？小娃？长得好，长得好。再笑一个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好。哦。现在又会说好多的话的。是是。什么都会说的。嗯。什么都是说的。像我那么子，一那么子，好东西那些，哇，兄弟，坐车累不？还好，哇，塞车塞得要命。那就是坐了车子有大几个肚子，吹到你，我难受。哦，还好一点点，那个车幸好位置有那么大啊。非说那个你像后头那个躺一下，买那个停堵车的时候躺一下才可以。太多东西了。也不能躺，东西多了。东西多了，爆满了。哎呀，坐那坐那坐那么多小时，累不累着？哎呦，毛生姑姑，毛生姑姑，哎，毛生姑姑，去，毛生姑姑去玩。哦哦，我要骑妈妈，哦，他要骑妈妈，哦，骑妈妈。三娘，我三娘，哎呦，谁要挂鞋的这么多了？我这个妈呀，比你三娘还高那么一点嘞。差不多，我也高，他一七零。嫂子。好啊，他三娘没有拍过。你看你的女儿多高，哇，这么多有我这么高了，天哪！你要比三娘还高，就多吃一点，长胖一点。我要胖了，长胖了。他那人家等一下不长胖了，我要把他长起来一点。你也长不高了。去把头发梳了。哦。然后你看我是大下拉脚，现在。我们是现在的熊大。你是个尖尖的，你比我比你比你高的好多啊。啊，长那么高怎么了？老头，嗯，我要大还是小？大，我大。老头，我们家那是老头。我们现在本身就是老头，是吧？没有，四十岁了。哎，四十这是男人一枝花的年纪啊，嫂子。那这么说起，我还要好好保养才。你都已经很好了。我是开年纪满四十。四十是最一枝花的年纪，最辉煌灿烂的年纪。不过身体啊，心态啊，还是比较年轻。嗯。